我们要去吃早茶了，然后现在在等 Uber。 哎，是那辆车吗？不是。哦，我们现在在等 Uber， 然后吃完早茶以后我们要去那个 Ninth Street 上面逛一逛。那个 Nice Street 就这边一片都没在，这个书店好可爱，很有读书的气氛的书店，特别的古色古香。对，我们一会儿要去这一家那种小的礼品杂货店，感觉很漂亮，也会买到我想买的东西。我们来这边喝奶茶，然后我今天点的是桃子的。Hello 大家，我跟学院已经回家了，然后刚刚我们把脸洗完了，然后卸了妆，没有卸就没有化妆，就卸了防晒什么的。然后现在我们打算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因为他今天是凌晨4点的飞机，然后就挺累的。然后我们反正刚刚就喝了奶茶，逛了街什么的，吃了饭，都挺好的。然后我们休息好了以后再跟你们继续讲。我跟学妹今天要出去逛啦，然后哎人呢？我怎么？然后。对，然后我们现在等 Uber， 我们到哪儿都需要叫 Uber。 对对，然后今天的天气像真的相当好，就没有那么潮湿，然后也没有那么的热，因为我们现在在阴凉底下，但其实今天最高会到31度，看看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们就去downtown逛一下，然后去吃，就是每一个人来我都会带他们去的 chicken and waffle。 哎呀，天好好，我们现在在车上，在 downtown。 It's been a little while since I've looked in your eyes and walked that bridge to the other side. Mama says it's gonna get cold in the night, but if I picture you, then I'll be alright. I am ready. I am ready.你看这是，我们又来我之前来过的这家咖啡店，然后因为本来我们要去吃 chicken waffle， 结果 chicken waffle 人太多，要等2个小时，我们就觉得算了吧。我们现在旁边逛一逛，然后如果我们在附近逛2个小时，也许就吃，要不然就我们去换一个别的地方。你可以现在说换个别的地方，其实。Fire to be here. It's been a little while since I held your hands, or my arms won't stretch to your distant lands. Give me every person in the whole wide world, and I'll pick you out in a second, girl. I am ready. I am ready for you to be.我们两个现在在外面狂照相，对，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然后，哎，那些壁画是不是都可以照？然后我们现在在 Central Park 这边，给你们看今天这个阳光。我们可能想去壁画那儿照，但我已经够花了。Dancing to the rhythms of the shooting stars, thinking of those times that forever arise. I am ready. I am ready for you to be here.
桃子的冰激凌，就刚刚那家很可爱的店。你要往这边坐点吗？我们两个一起吃。Cheers。 嗯，好好。哇，做啥？社餐。看，差了得三个步。他已经美白了，baby。真的吗？对，怪不得。吃正餐，就是都是吃的一些零零碎碎的。然后我们这个店它4点才开门，然后现在4点整。那刚刚特别好笑，我们两个为了躲避一个那种，为了躲避一个那种就是流浪汉，那个流浪汉看上去像嗑药嗑多了，就是非常的可怕。对，然后哎呀，他又在门口，别看他那边。甜点，虽然我们家里常有很多面包蛋糕，但我们还是点了一个甜点。笑笑一个，这个也可以往那边放。哦，这样有点奇怪。这个吧，反正小小就很乖，嗯，就很可爱。这样看，这个大的就搁在这个中间，餐桌的中间，就很赏心悦目。对的。这儿都看会紧张。有点紧张，感觉不像女生。你们是特意看了教程的吗？你们特意看了教程的吗？对。为什么呀？
给你们分享一下我今天在特别好看的两个文具店买的一些东西。首先是一本书，一本黄色封皮，然后它的名字叫 Get Happy， 对，然后里面就给你讲各种各样的让你快乐的方法，对。然后在同一家店，我还买了一些本子和一些笔，就是它这个 North Carolina 特别可爱，它有四家店是连锁文具店，它有一家比如说卖的是可能是偏厨具方面，然后一家卖的是偏文具方面，一家卖的是那种日用品，就比如说吃的、酒、巧克力，对。然后这个本子是长这样的，然后它里边呢也是就是它里边每一页都都一样，它就是左边会问你说 what happened， 什么事情怎么发生了，下一个就是问你当时你怎么想的，然后再问你当时的心情和感受是什么。它这是一本防抑郁的书啊，对，其实我没什么必要买，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不会是那种很容易抑郁的人，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待在家里也许会，然后有一些事情就可以记下来。然后我很喜欢它这本书，是因为它是蓝色和这个叫什么，就是有点奶茶色的一个结合的一个本子。然后呢，我又想把我们家布置的就是很中性风，然后这本书我觉得就颜色很合适。我买的主要是一些铅笔，看得到吗？我觉得特别特别可爱，它每一个铅笔上面都有字。然后其中有一支是我买给学妹的，上面写着 Someone in Durham love you, loves you 他在我对面给我比心，对，这是我送他的一支笔，因为我们两个都很想买 Durham 的一些就是纪念品，比如说便利贴啊之类的，尤其是他。但结果我们就是这两天在那逛的时候都没有看到就是有任何 Durham 的冰箱贴什么的。然后杜克大学它现在还没有开放它那个 bookstore，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去买。然后就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点意义，对，然后我就送了他一支。然后还有这个橡皮，我觉得他们那个日本韩国文具店真的特别特别可爱，就是卖的东西都很想让我买，对对。最后我还买了一个这样子的本子，一个 planner。 然后一般情况下我买 planner 啊什么的我都会买颜色很整个就是很大众的，就比如像我刚刚买的这种这一套这种一套我都买的是这种非常淡雅系列，你们懂。但这个粉色本是因为它的内页我实在太喜欢了，它内页是这样的，就是它分了就是每天的然后一个月的还有一些白的纸，然后纸质首先很好，然后其次就是你看它每一个的空格很大，就我有很多地方可以记录，我觉得非常的完美东西。然后给你们看学妹买的贴画，它对这它的这两个贴画真的是非常的挚爱，我特别喜欢它买的这一套，我觉得这一套特别特别好看，就是色调搭配都很好看。天哪，我们两个到机场了，然后现在我们在等着飞机的到来，因为我们到的很早，现在6:17，我的飞机是7:30，我的飞机延误了到7:30，我的7:50，你7:50，然后我们就在这儿等着，飞机场人没有很多，我只戴了一层口罩。然后我刚刚还摘下口罩喝水，我妈妈他们说千万不要摘口罩什么的，然后我说我心想我还没到这儿，还没有上飞机我就开始喝水戴口罩。